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时效新春联谊会在欢歌曼舞、欢声笑语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所有演员、节目编导及后期制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感谢由十个校友会会长组成的联谊会组委会三个多月以来的辛勤筹备，感谢联谊会技术组的鼎力技术支持，感谢中国校友会微信公众号的主编及编辑部的朋友们，特别要感谢我们的独家赞助商新地皇的慷慨捐助，还要感谢今天到场的所有朋友，感谢你们的支持与参与，我们明年春节再相约，祝大家新春快乐，虎年吉祥，幸福安康。